涅阿德斯传版，世界上牺牲别人让自己爬上船板才能得救。尸体为什么会在我的柜子里呢？他妈的，高爷也敢给我戴绿帽。你就是个畜生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定杀了你。疯了你！我问你是不是跟高爷睡了？喝了他以后刘以翔不闹。我杀了你高岩，那就是一人渣。哪有尸体？